菜跟辣椒要加一点，卤汁也一点点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注意细节，客制化，舒适不能马虎。花椒会太麻，我希望用青花椒，但是它香气还是有。之前有看过他们是蛮有名的，想试试看。我想要吃他们，因为他们被杀的话会很可怜。认真做料理备受肯定，陈祥云原本是空姐，从空中补给转向地面服务。也飞了5年了，想说转换跑道。做吃的确实是蛮辛苦的，但是做素食卤味的在市集里面是比较少一点。回馈回来说很好吃啊，下次还要来，就觉得很开心。他很害怕油腻，刀都不会拿。看我备料，一个人备料备到晚上8、9点、10点，然后他就想说这样不行，一定要一起弄才会快。看着他这样子辛苦，他手很酸，还蛮感动，蛮心疼的。平常都有在跟这些店家做互动，也有鼓励他们可以出一些素食的，吃荤的、吃素的人也同时可以来购买。大排长龙看不到尽头，也来凑热闹。我还真的不知道，所以就想吃麻吉。12月那时候就人很多，就没排到，所以啊，这次已经都买完了，就拍一下。好棒！素食市集推陈出新，不止尝鲜，更是多方尝试新素食的生活模式。大爱新闻吴逸轩、萧红树高雄报道。